电车司机啊，连续三次接获同一名男子啊，以便利商店叫车系统叫车了、啊。但在第一次搭乘的时候啊，该名男子就表示没有钱支付车资啊。那因此后续第二、第三次啊，该名司机遇到同一名男子叫车的时候啊，都已拒载。遭拒载的男子啊，后续就情绪激动啊，并有踹车而及伤害司机的情形。啊，马亮。